我忘记我现在家里有两条狗，我把避孕套放在沙发上。我看，我才出去拍片一下而已，这是我的冰单呢，还有我的大头照，我的冰单呢 ，Oh my god， 怎么办？起码代志大条啊，麻烦了，完蛋了！我忘记我现在家里有两条狗，我把避孕单放在沙发。TikTok 账号 Chance Fake 60日前分享家中两只狗狗的调皮行径。那天他在外拍片，突然想到因为出门太赶而把刚寄到家中的病疫单放在沙发上，并且意识到自己家中还有两只调皮狗狗。一到家，不出所料，病疫单被狗狗咬得乱七八糟，让他无奈表示，这样还要当兵吗？今天呢，我要去找一个超级无敌可爱的按摩师傅，不只会按摩，长得还很可爱。Let's go。 师傅可以再大力点。对，我最近脚比较酸，麻烦一下，大力点，再快点，快点，再快点，大力点。对，师傅对，脚底也要按摩。太没有骨头了吧？骨头在哪里？怎么软软的？也太软了！起来！嗯？骨头。没有啊，他哎。你干嘛一直在这里？喂，你也太没有骨头了吧？喂，起来！
这样子哦，夏雨啊，好可怜哦，好可怜哦，夏雨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哦，哦，要这样哦，好可怜哦。